这个pass上个星期买的4块多，今天2月1号已经起价到10块50，然后以前买的还不可以用，还要增加去买多5块9的 stamp 放在这个pass，然后才可以，他说才可以寄，但现在买新的一个要10块多，以前是4块多，现在起到10块多，新的政府真的是很无能的，他害死人民，选你们来害人民，为什么呢？买了给钱了，现在起价还要多买5块多，就说以前是4块多，现在加了5块90才能寄，如果没有的话不给寄，再说也要买新，哎，现在新的价钱是10块多，这个是 boss，我们也不知道新的政府是选他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选择来害我们。4块多的东西只要10块多，够力哦，还要多买 stamp。这个是前几天买的，我4块多，他几件我们买了过后还要多买这些钱来 boss。新的政府够力啊。